那我很早就听到这里有一座很美丽的桥，今天到现场这个看这个图，真的桥像这样子的设计真的很不简单，这将来完工以后对于茂林国家风景区绝对有非常大的一个效益，因为桥本身不应该是只有一个工程，它本身是个艺术品。你看在台湾几个美丽的桥常常让人印象深刻，比如早期的西螺大桥，那现在比如南二高要进入屏东九如的那个斜张桥，现在这个桥已完成，这不只是对美浓、六龟、茂林一直到屏东县高速大金，这整个交通上能够连成一气，观光可以两岸合一，这个真的是两岸统一。我们不要不喜欢那种统一，我们希望这个能够让生意更好，让它起来。那这个工程十亿，那挖包顺利，而且工程进行顺利，我对于施工人员特别来加油打气。那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全部由中央来负担，但是地方一定要配合，大家来帮忙，因为这个好起来这探级绝对是地方，中央不可能来抽头，所以我们很期待这个能够做好，而且早日做好，而且要做得漂漂亮亮，让大家来喜欢来看。那这个大家不止来看这个桥，一定会有很好的印象，而且对地方像沿路来美浓的客家板桥，还有什么哦，这些好吃的都会当来啊，还有咱地方上茂林这规个这地方的特色。上这个礼拜三，行政院院会特别通过报告案，有关地方特色发展，就是要再做这个事。那特别期待观光局能够趁早就相关的配套理由，让地方能够赚钱也做好。刚才杨县长特别在提出来的有关周边配套的交通路线也能够做好。那我特别是希望来给做事的人肯定跟打气，也希望呼吁大家团结努力，让地方更美丽，让我们国家更能提升竞争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院长的才智与勉励哈。出水区也得，因为你即马进度较差十万年嘛，超过了，超过十万年。他底下咧汛期前咧当完成之类的，可以。新水区的桥墩是哪个？这重点嘛，重点啊！这重点啊！太水了，这个已经太水了，不要起来，我来当光景区。阿罗汉山，这个安尼就汛期前啦，当我票较紧。风景区的一年有150万游客，只要有70万到这个美浓地区到六龟来的话，那么就可以增加很大的一个观光收益。下一页。这个案子整个经费行政院核定是10亿多，那么发包清洁功能实际上只有6亿3。这个工程位要台27线这个63K 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全场一共是2公里多，它的宽度是13米。下一页。